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夏琪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爱的魔法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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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确定，只是还不确定，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。不见你会想你，但主动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。他们说你有点坏，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。可是我永不会追，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。要保持美丽，忽远又忽近，不论随一些殷勤。要像蜜桃般甜美，与多滚多时期，充实自己更完美。不是每一次的约会，你约我就出现。不是每一通的电话，你打来我都会接。爱情不是投入越快，就可以收获更多。喜欢被你送到家门，但不能请你喝咖啡。确定，只是还不确定，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。不确定会想你，但主动找你，找到我假装不看你。他们说你有点坏，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。可是我永不会追，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。要保持美丽，忽远又忽近，不能随一些殷勤。要像蜜桃般甜美，与多滚多时期，充实自己更完美。不是每一次的约会，你约我就出现。不是每一通的电话，你打来我都会接。爱情不是投入越快，就可以收获更多。喜欢被你送到家门，能不能请你喝咖啡？谢谢。